像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停留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还有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橄榄树。从哪里来？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好，小轩确定升级，但是有两个叉叉，我们听听小林老师的意见。小轩并不是没有中气。因为你一开口的时候，你的气全部就散掉了。我们这边控制的这边，你所有的这个气管这边，它必须要小心的去控制它，每一次每一次你都是要慢慢的放，不是说一句出来就气就放掉了，这样你怎么吸都来不及。所以要去自制斟酌你要用多少的丹田。也恭喜你，谢谢。简凤君请出列。简凤君今天要献唱什么歌？张惠妹的听你听我。这首歌是要献给爸爸。爸爸，对，因为像这首歌是因为爸爸前阵子身体不是很好，从除夕夜就感冒，然后之后身体起了很大的过敏，然后严重到要住院。对，然后所以那时候应该很担心害怕，很担心。可是我人在新竹念书，我没办法马上赶回来。其实电话接完之后心里是很煎熬啦。对，是会想到说爸爸就是这么辛苦，然后我却还在就是感觉上没有什么在进步。所以其实我想唱首歌给爸爸听，说让爸爸知道说其实我很努力。好，对，要加油哦。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好好唱。简凤君的你这个歌声也是得天独厚，一定要好好演唱好这首歌。听你听我，欢迎他。谢谢。
我说说话，我已经打开窗，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阳。谢谢。好，没有叉叉，全数通过，确定升级。黄淑君老师是不是也给他一些建议？那这首歌对你来讲，其实我觉得还太简单了。以你的程度来讲，驾驭这首歌真的是游刃有余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你常常要注意一下，你可能就是像比如说跳高选手，随便就一跳就2公尺以上，那你常常就会跳得太高，所以你在使用力气的时候，特别在最重要的那几句的时候，常常都会觉得说好像那个马力加得太足了一点，会冲出去。高手通常最困难的都是在可以表现的时候稍微收一点会更漂亮。哦，不要太冲。非常恭喜简鸿君，谢谢。接下来我是他的歌迷啦，哎，议会请出列。为什么又叫老干妈？因为当时在之前参加05年超女的时候，我和黄雅莉和周笔畅，我们三个人。